汉唐千年，长安一直是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。驼铃声中，西域的烘烤与中原的蒸煮相遇，让陕西的面食风生水起，日新月异。陕西面条多，馍更丰富多彩，蒸烤烙煎做法多样，煮炒烩汆吃法不同，大小薄厚形态各异。千百年来，在陕西，馍是餐桌上的主食，是远行的干粮，是特色小吃，是生命轮回的伴侣，也是乡野礼俗中的礼尚往来。馍的吃法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泡馍。陕西人爱吃泡馍，一碗味道浓郁、用料扎实的泡馍，能为一整天的劳碌提供充足的能量。而烘烤与蒸煮的完美结合，让主食的馍变成了泡遍天下的万能食材。泡馍的馍是特制的坨坨馍，油少面死，形似圆坨。要吃好泡馍，掰馍是关键。一块完整的馍饼掐成黄豆大小、颗粒均匀的碎块，只有耐心细腻的掰馍，才能保证汤汁入味，馍粒筋道。炖好的牛羊肉入锅，大火快煮，馍块裹挟浓郁的汤汁，软而不烂。食物、食客与厨师之间，宛若一台配合默契的大戏。一碗泡馍就此登场。然而，陕西的泡馍还有太多的模样。距离宝鸡不到50公里的凤翔，王京林的一天无冬立夏，总始于凌晨3点。基本上每天最晚就是3点钟起床，起床以后到后面去看豆子泡得怎么样。做豆浆、点豆花是每天的第一项功课。好了，可以出来。时间够了，火候到了，浓郁的豆香味悄悄弥散开来。屋外天光未亮，小店门口忠实的老主顾们早已3两聚集，翘首盼望着一日之计的开胃大菜。哎，快来了啊。每天清晨6点，王京林家的早餐铺子准时开门。许多凤翔人的一天就是从他家的一碗豆花泡馍开始。薄厚均一的锅盔馍片在滚热的豆浆中短暂浸润，附上一片厚实的豆花稍加调味，香醇的豆浆填满整碗，再淋上满满一层油辣子，豆花白、馍片黄、辣椒红，满城飘香。锅盔泡豆花，这在外地人听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但这兼具弹软与柔韧、清香与辛辣的早餐，千百年来却不知是多少凤翔人永远割舍不掉的乡愁。千阳位于关中西陲，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《诗经·秦风》里的这首诗，有人说描写的就是千阳一带。千阳地处农耕与游牧过渡地带，大块锅盔与大锅炖肉的结合，让千阳的大肉泡成为西部一绝。王启科家的大肉泡馍店已经经营了快40年。不同部位的猪肉经由卤制，分门别类，任由顾客们挑选。大
大肉泡对馍要求极高，要铆不烂泡不散，能入味而不散形。泡馍使用的是酵母半发面饼，软硬适中。一厘米薄厚的大饼，从起面到烙制，每个环节都有赖经验的巧妙拿捏。选好的大肉，加入豆腐、木耳和粉条，用猪骨熬制的滚热高汤一浇，撒上葱花和香菜，便成就了一碗地道的西府小吃。同样是泡馍，有人痴迷羊肉泡馍，有人却钟情于葫芦头。乔娟家的葫芦头泡馍店颇有年头。您是起的？啊，您烧这个吗？小份肘子啊，这个小菜韭黄牛腰吧。先吃饭，您吃饭，饭一会儿泡凉了，不好了。啊。每天的生意忙忙碌碌，乔娟负责台前，丈夫则把控着后厨。葫芦头专指猪肚和猪肠相连的那一段肥肠，因为煮熟收缩后状似葫芦而得名。做好葫芦头的门道在汤不在肉，熬汤这道重要工序。乔娟的丈夫从不马虎，用经过秘方配比的香料加以炮制，既可以去掉腥膻，还能让汤纯而不腻。去毛后的带皮五花肉窜入陈年老汤中，文火慢炖，在时间与火候中缓缓注入滋味与色泽。备好馍和底菜，铺上绵软筋韧的葫芦头和吹弹可破的五花肉片，不同的口感在舌尖碰撞，味道便有了层次，让人一世难忘。美好的食物值得细细品味，乔娟的志向却不止于此。最近她打算重新布置店面，增添一些属于她个人的回忆。这个是生死牌，这个是我妈演的那个一个古装剧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现代剧《摇山春》，照片久了小得很，咱们把它扩一下。秦腔就是她想呈现的重要元素。过去的年月，乔娟的祖辈为了维持生计，在经营剧团之余开了一家小吃店，今年日久才有了如今的模样。在乔娟心里，秦腔和葫芦头都是她永远无法割舍的童年情节。几天之后，店铺布置完毕，乔娟特意请母亲和她的几位老伙伴来到店里。秦腔靠的是腔，葫芦头靠的是汤。无论是腔还是汤，这两件事都需要功夫。我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在我那儿去消费，能知道秦腔。我想着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地灌输这个秦腔的元素进去，我想用这种方式去为秦腔做一些贡献。时光纵然易逝，沉淀下来的过往却总在日后的岁月里继续散发光芒。秦腔和泡馍看似互不相干的两样，但乔娟却在他们之间看到了共同。日雕月琢，以情动人。陕西大地上，馍的吃法缤纷万千，它可以融入浓郁的汤汁中，也可以包容万物，创造别样口感。在咸阳市东北方向70多公里的三原县东里铺村，81岁的王林老人依然保持着每天亲自卤肉的习惯。60年前，王林曾经是一名铁道兵，一入伍就被分到了炊事班。复员之后，他开了一家小食堂，几十年风风雨雨，就靠一道独家绝学——白风肉。陕西人爱吃馍，可以干吃，但更喜欢加肉加菜。关中一般的肉夹馍都是热馍加上捣碎的腊汁肉，但在三原，馍一定要加大片的白风肉，那才合三原人的胃口。
要做这个白果肉，首先要和这个五花肉、素肉烧，还有肉皮炒虾，把汤一定要烧滚，大滚了以后给它关火，给它焖。半个小时好了以后，这个你再开火，再焖。反复焖煮的过程中，肉质早已软烂。出锅之后，等肉自然冷却，王林会用白麻纸仔细地包好，放在温湿适宜的地方，静待肉中的油脂慢慢凝结。白峰肉也是这样得名。这是一次晶莹剔透的华丽蜕变。白峰肉吃的是凉肉，配的是热馍。当凝固的油脂被热气包裹，再缓缓化开于馍片之间，肉的鲜，馍的甜，唇齿间一冷一热，碰撞中爆发出奇妙滋味。对于关中人来说，吃上一口热腾腾的肉夹馍，沁人心脾的香气直通天地，那是陕西人独有的自我膜拜的感觉。白吉馍外壳硬脆，内里柔软，一张馍饼划开两层，加进汤汁浓郁的腊汁肉碎，便是陕西有名的肉夹馍。而肉夹馍也是三秦套餐的重要组成。远在一万公里之外，马德里的西班牙广场附近聚集了不少中餐馆，坊间传闻马德里最好吃的肉夹馍就藏在这里。Very good. It reminds me of the original one in China. I have an addiction with this. It's really, really good. I never tried before, and it's so delicious. They were amazing. Maybe I could have done it too. 武云鹏来自陕西，是这家肉夹馍店的老板。小店经营了七年，不知不觉就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小武做馍的手艺来自家传。母亲曹建娥是有着30多年经验的国家一级面点师。吃的嘴里不是发黏的，脆皮儿。西班牙他们不知道中国菜系很庞大和多元，更没有听过肉夹馍。当你把肉夹馍做到正宗的时候，他们尝一口，他们会觉得好吃。肉夹馍是一种无声的语言。他走到哪里就把陕西的文化带到哪里。馍中有肉，肉中有馍，入乡随俗，家变万物。陕西人即使身在海外也能如鱼得水。陕西人吃馍的方式变化自如，这样的底气源于馍的缤纷多元。陕西究竟有多少种馍，可能连本地人也说不清楚。一夜南风，武功铁路以北一片金黄。这里土地肥沃，日照充足，较大的昼夜温差让这里出产的小麦粒大皮薄，出粉率高，磨出的面粉色泽乳白，特别筋道。加工厨房里气温已如盛夏般炽热，56岁的雪士潘师傅每天的工作就是烙锅盔。锅盔，陕西人也叫干馍。陕西八大怪，锅盔像锅盖，说的就是这种像锅盖一样又大又厚的干馍。锅盔好不好，全凭面筋道。揉面是个体力活，雪师傅知道揉面费力重要。他自有妙法，用杠杆将面饼弯折碾压，不断反复的过程中，圆滚滚的锅盔饼坯就做好了。在陕西，铁锅烙出来的饼都称锅盔。陕西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锅盔，说法不一。传说盛唐时期，一个修建乾陵的小伙子苦于工作劳顿，没时间回家做饭，于是就把面团放在头盔中烙制，没想到做出来的馍竟然酥脆可口，越嚼越香，锅盔由此得名。
烙锅盔讲究三翻六转，一翻定型，二翻烙两面，三翻为烙透。几个小时的反复翻烙，喷香四溢的锅盔就可出锅了。烙好的锅盔讲究表面金黄，火色均匀，内里的面皮层层压实，看似坚不可摧，实则外酥内韧，可以随吃随切，长久保存。锅盔模形制多样，最大直径能达到60厘米，厚10厘米，重达10几斤。最小的棋子模只有0.8厘米见方，小小一粒，轻盈灵动。雪师傅的锅盔厚重实在，但另一种锅盔却以薄为美，形状窈窕，名字也富有诗意，叫月牙饼。这道菜有红干。周宝平18岁拜师学艺，做了44年锅盔牙子。最近他打算把这项看家手艺传给女婿。锅盔牙子，一是说其形，二是言其小，指的是经过分切，一分为二，均匀对称。一块长椭圆形的薄饼切成两半，便是两个锅盔牙子，拿出来售卖，自然也要分量均等。卖模几十年，周宝平已经把这一分为二的功夫练到了炉火纯青。极致均分的功力靠的是手眼合一，杜绝的是厚此薄彼。在安康汉阴有一种用炭火烤制的馍叫炕炕馍，阴馍形似满月，当地人也叫圆炕炕。炕炕馍用汉江沿岸所产面粉加菜籽油调和，这种馍最特别的地方是在醒面的时候放入整块油酥，油酥是用油脂和面经过调味制成的面团，相当于馅料，可甜可咸。包好馅料的面团擀成长圆形的薄片，烙之前还要在面饼周身裹上厚厚的芝麻，再增添一层香味儿。过去这一带山区交通不便，人们穿越秦岭，翻越巴山，行程漫长，路途艰难。家人为了他们途中充饥，就烙制出沾满芝麻的圆圆大饼。芝麻象征一路星辰，圆形则盼望着早日团圆。用火烘烤，陕西人把这种做法叫炕。用装了炭火的吊炉覆盖在炉盆上，上下均匀，慢火微烤。汉阴的炕炕馍轻巧精致，宛如江南的小家碧玉，让陕西的馍多了一份清秀和妩媚。陕西文物多，出土的汉代瓦当也最多。白吉馍呈圆形，圆内侧有烤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圈若隐若现的火色线，火色自然形成的图案便如瓦当一般。在西安当地，做白吉馍又叫打馍，师傅大多使用纺锤形擀面杖，一边擀一边摔打面饼，还不时地敲击面板吆喝，好像动静越大才能做出好馍。虎背、钢圈、菊花心是好白吉馍的硬性标准。同在关中，还有一种热门的传统馍，正尝试进入到工业时代。张洪超是个深沉内敛的关中汉子，几年前他结识了开朗活泼的陕北汉子王优。尽管两个人性格迥然，但同样的爱好、同样的志向让他们一见如故。为了让全国的人都能吃上陕西肉夹馍，他俩决定联手一起合作。凉皮肉夹馍这是我的最爱啊。张洪超他是爱钻研，生产方面他比较专业。肉夹馍要走出陕西，馍的机器化生产是一道难关。传统美食究竟能否通过现代技术焕发光芒？为此，王优特意找到一块做餐饮的朋友，想请他帮忙测试一下自己的产品是否受欢迎。咱这个饼的这个膨胀度，
还是会弱一些，有些饼烤不起来报废，口感这一块酥脆度还是不够啊，就整体这一批馍不太理想。我在那边烤馍边想，这么简单个东西怎么这么费劲弄啊。最初的尝试并不顺利，为了找到解决办法，两人特意拜访陕菜专家寻求帮助。我个人觉得呢，其实这个事情要做得更好的话，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请教一些老师傅老匠人，把这个肉夹馍的灵魂能把握得更精准一点。和外硬内韧的白吉馍不同，潼关肉夹馍用的是千层饼，皮薄松脆，外酥里软，层层分明。两者做法截然不同，秘诀就在于会不会用油。和好的面团擀成两毫米左右薄厚均匀的面饼，用油脂浸润。潼关馍口感中的脆还有一个重要来源，就是细如挂面的面丝，面丝同样经过刷油包裹在面饼之中，经过扭转，馍的内里就形成了螺旋状的结构。有了油脂的阻隔，内里的面丝不会互相粘连，烤出来的馍自带层层酥脆的特质。传统的手工做的馍，它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麦香味啊，它这个酥脆啊，里面这个封层呀、是非常不错的。对我这个启发的就是，我对这个设备、对这个面粉的材质，会进行一些优化。这个馍呢，其实用机器可以做出来。一直以来，陕西人做馍都是手工打制，借助机械打制出来的馍，口味会不会变？王优和张洪超一直在艰难地探索。哎呀，小袁，我又来了，试试这批新的看怎么样。新鲜出炉的潼关馍饼，干香酥脆，咬上一口掉渣烫嘴。怎么样？有进步。做肉夹馍自然离不开腊汁肉。张洪超和王优在腊汁肉的机械化生产上也下足了功夫，几十种精心配置的调料制成料包，下入陈年老汤中，精火慢炖，用刚出炉的热馍加上煮好的冷肉，这是唇齿芬芳、回味悠长的经典组合。老味道的醇香，经过新工艺的标准化制作，换来的可能既是保留，也是超越。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，曾经只属于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，也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。馍的秉性就是人的胃口。陕西人爱馍，爱琢磨馍，摸透了吃馍人的胃口，做出的馍自然就百般滋味。从熟薯到小麦，从粒食到粉食，从蒸煮到烘烤，几千年来，陕西人就是这样一路走来，海纳百川，变化万千。